碧翠园的全麦软欧包，拍下10个是没有赠品的哦，拍20包的话送5包这个纯豆浆粉。黑麦奶酪、南瓜红豆、黑麦巧克力、杂粮紫米、红丝绒紫薯，非常软，看这个是红丝绒紫薯，这个里面是带流心的巧克力，哇，看他们家这个就是完美搭配，欧包配豆浆，里面的巧克力很丝滑，甜度大概在5分甜，很细腻。南瓜味儿，南瓜加红豆，我特别喜欢吃里边的馅儿，很香甜。这个黑麦奶酪也很好吃，里面的那个奶酪馅微微甜，奶奶的，属于轻食代餐，全麦做的哦。